走出来，没来的一个救火，这个是神告诉你救火，然后然后一直是咱是注意危机的当中，我就我姐姐就去看我阿妈，是小姑是我阿妈，伊小姑过一段时间，伊付出伊全部的时间来照顾阿妈，我还在上班啊，第一第。姐姐就听讲有一个无出门来领导，啊，就着先咧就讲啊，我查阿妈做咩来去啊，去互无出门个看门人。嘿，啊查，我着去去八路五，啊因为阿妈嘛七十多岁啊，我一家伙啊，着问阮妈妈姐姐，我叫妹妹先来，想想尽办法帮阿妈穿护目，因为这是我的牛车，我啊用三四个人。就路上阿妈去连连到位，小姑出来领着，然后讲着常常去花，就娱乐西瓜，啊到老尾我出去阿妈来领着，迄日其实我嘛无感觉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，到迄日阿妈啊领着了后，我带转出来底，阿妈讲互伊看，也是无啥，无讲啥物明显的变化。啊，毋过，我也是继续问伊个，到伊过日的时阵，伊会知影情形起来。伊甲我讲，伊甲我讲，哇，我那时候，我病痛拢总离开啊，我那感觉心内感觉真虚弱的，我嘛感觉，我病痛那时候拢离开我。从迄日开始呢，我阿妈有一个真特别的变化，伊一早拢有。伊以前啊，看到啥物代志，看到人变光光光，过去变光光的，后来毋是变光光过去啦。啊，不过伊讲的时阵，拢是用我的一个感谢的心。伊到落尾的时候，伊是顶一过日，嘛感谢伊的，食一包药啊，嘛感谢伊的。啊，我躺一过日，互伊，伊嘛感谢。对我来讲，迄是一个，咱亲像有换一个新的阿妈，换一个。啊，伊到迄日开始得到疫苗后，到五年到十年，咱去上班啦。啊，伫这几年的时间内底，阿妈给阮真侪足大足大的礼物，真侪新的祝福。Thank you.
你是我的。
心。
天堂幸福。